唔准谂，即刻答。你搜 M P F 户口嘅总结余系几多？唔知喎，银行户口有几多钱我就知道。M P F 嘅结余都好重要噶。M P F 其实等同退休投资，退休投资又点可以唔清唔楚呢？如果肯花少少时间整合，第时管理 M P F 就话咁易啦。渣打火拍宏利 M P F 提供够多同够全面嘅产品，只用 S C Mobile 整合 M P F 到宏利个人账户之后。結餘就唔使作個 M P F 户口咁計啦。原來仲可以喺 App 度睇曬 M P F 同埋銀行帳戶嘅總結餘添，夠曬清楚。仲等而家經 S C Mobile 網上整合 M P F， 獎你豐富網上禮餘，釋放 M P F 退休投資潛力，